那你先把那个画面上面画面先去掉吧，我晚点发点素材给你，你再补充上去。不换了吧，那因为上面不换了我，因为我想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图纸是怎么样的？现在图纸如果正常，然后下一步怎么走啊？对。你这个视频图你不给我看一眼吗？那个灯光布置图可以先给我看吧，这个没问题吧？你那个还有那一个接待台后面的放两台车那个位置那个地板，你昨天告诉我是1.3×1.7米，这放不了两台车啊。是啊，因为你昨天这样跟我报的，我说那放不下两台车的嘛，一台车都有1.3米宽的嘛，哦，1.3米差不多，但是很。2米×1.3米就放得下了，稍微宽一点点，宽个10公分或者15公分，是吧？用这个两个就行。对，这稍微空间大一点，那客呀，户看细节就容易一点嘛。不是很容易拉下来吗？这个，这你那边有没有配那个参数牌给我们？参数牌就每个车型的卖点的参数啊，那个小牌子又不是一开始你做成大牌子嘛，那种我就否定掉嘛。但是我的放在地上那个轮胎的位置，我放一个小的，是让不别是这人个螺丝看就固方定便一点。啊？它就4颗螺丝，不是，哎，对，我就丢地上就行了嘛，一个三角形的这种，有你们，在用开始你做的那种太粗犷了，挡住了很多车的位嘛，这里还有一颗。差不多有。个七个八个，将近可能一只十来个的样子吧，因为我有几个车型是重复的嘛，只是颜色不同。那大概就是10个左右吧，是不会应该不会超过15个的，可能就是12个的。对，是，这就是些小一点、精美一点的那种，这个东西反正你们也可以再利用的嘛，也不是说给我们定制的嘛，只是我们。到时候可以打印一点东西插进去用也行嘛。对，你差不多，亚克力，但是你做个看是 A5 或者是 A4 比较合适一点。尺寸，对。我想 A4 就行了吧，A4，对，是啊，你不要超过 A4 了，A4 已经很大了。其他的再没什么了吧，就是那个电视机旁边两个画面感觉很土，真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很土，很土气。这个我们会做，但是我们就是没想到合适的东西正好能衬托那个。如果你太
跟那个画面不在一起了也不好。